是给他们，他在看你啊，木。就是觉得我们会喂他东西，他还是想过来。嗯。有飞起来吗？阿木，快点！阿木啊，你这样是遛狗，不是放风筝呢、欸。哦，弟弟好厉害哦！他在你后面追着你跑啊！我这样子高吗？有啊，蛮高的嘞。木，快点够，走的。准备哦！哇，摔倒了，加油！阿木，你的飞风筝又降落了。反正就是小心哦。玩到后来，你知道怎样？老师跪命，是老师跪命，老师就说他不要玩。你踩那个洞，你有没有踩到那个洞？有啊，就这样，这边这一个，这个很好踩。要不是我不能爬这一颗，不然这颗看起来很好玩。这颗是什么树啊？那个是圆柱吗？不然那个是什么？不然那一颗一颗是什么？妈咪，我不知道、欸，榕树吗？圆柱吗？可看起来不像啊，叶子看起来像榕树。呀。这里啊，自己想办法。你要想办法，你来打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这样很棒。这训练一下他的脚啊，还有臂力这样。这个比较好玩，还是攀岩比较好玩啊？我觉得他比较喜欢爬树，就攀岩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太知道脚要踩哪里，啊，那个手的力量不够的话，就不知道怎么玩。